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一早还是起来把昨天晚上没做完的啊，斑点锅鱼线大蒜给做了。看一下，一早做的话，到了晚上就可以着罐，明天就可以发货。晚上做的话，要到后天发货啊。一直挂在上面，这心里总感觉不舒服。早点做，早点发货啊！因为大家这个发货很慢。起锅烧油啊！先把这个油烧开啊！这个油要烧一段时间才能开。现在来把这些大蒜、生姜啊。试一下，现在开始炸鱼炸虾了，这是两锅的，不然一锅装不下。小火慢炸啊，再加入生姜，慢慢炸，要把它的水分全部炸干，才保留的时间长了。大蒜，早餐呢，洗漱还没洗吧，估计这两天洗洗刷刷睡，知道在洗玻璃瓶呢，等下刚好今天洗衣服都有帮手帮换的。哎，来来，这个好吃吧？加辣椒面，白芝麻，第一锅出锅了。郭老师又开始忙午饭了。他这个发工资买菜报销，他这样呢，算是不干了。哎呦，月婆出现了，月婆。第二锅做完了，
和你出炉了。放学啦，一上午又过去了，吃饭。开饭喽呀，得滴答，得得得得。豆皮，芹菜炒肉，没有肉，鱿鱼。